大家好，我是石德。这我姐明天就要出去了，然后出去之前她说为我们做包子吃。现在这个面粉已经发酵好了，这面粉里面是那个放了好多南瓜馒头，我没吃过的。然后今天尝一下我姐的手艺，看一下这个南瓜蒸出来的包子好不好吃。南瓜和面粉，好吃。你尝过吗？尝过。我姐说很好吃的，她在外面吃过。放了将近一个南瓜，这个南瓜先把它煮烂的时候再放在这里面，放在面粉里面，然后一起把它揉搓。它这连续状的，掰的可以了，这个。现在开始做包子了。这爆沫皮也是里的，这汤有。现在把这个火给人着。这个包子包肉馅，现在开始包了。然后正南就有面谱，四四方方谱。我姐又在夸她做的包子非常好看，比店里面包的都好看。滚，我就把毛衣店里包的好看。就我姐做过这样的包子，用南瓜做，她说味道比较好。回家之前还特意做了5斤面粉，给我姐夫当早餐。明天我姐就要出去了，刚好我姐夫那个包子也吃的差不多了，我姐夫那个早餐又有着落了。我把油挤过来，就买过两次早餐，概念买过两次啊？就全部我们会起价呀，啊，肯定。因为这个，我姐在外面的时候，我姐夫都不用花钱去街上买早餐吃的，我姐每天都起来的很早，然后把早餐做好。比较会持家呀，我姐。反正有那买这个纸在那里。给我老妈包这个包子，没有我姐会包。还是我姐包的好快。就我姐在教我老妈包包子，包出来包子怎么好看。我呼哈就对，但要折，折往里折，叫你翻一手翻脚，折，织不长嘛。这个又要得摸不得我要你这那个摸不得我要你上面这两个馒头是我姐做的，下面这个是我妈做的。现在要包一点糖包，我外甥女比较喜欢吃。我一个小笼包，偷过一800元，又少两毫一口。破你，又吃。现在开始蒸了，把这个火加大，蒸个2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这我外甥女天天抱着手机玩。现在这个包子熟了。好宽吗？好宽。别的切切。好家伙！这又有个多哈啊！啊，好看吗？啊，好看的。现在这个包子都蒸好了，尝一个。这个包子的外观很好看的，这味道不错。有南瓜的甜味，妈妈吃就行。今天就到这了，要吃饭了，感谢大家的观看，再见。